好。哎，虽然还没有人。好。哎，我们还是现在柬埔寨新年要怎么讲 ？Sosday Chunamtmei， 来。Sosday Chunamtmei。Chunamtmei。Tmei。OK， 再来一次。Sosday Chunamtmei。哎，你为什么没有？因为我还有事要做，你就继续啊！我很忙的。你们刚刚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直播？因为今天是柬埔寨的过年，对。然后在柬埔寨，我们通常会过三天的，新年过三天，所以今天就想说，虽然就是华新街的泼水节已经取消了，没有举办，对。那我们今天还是想要假借这个名义。来，就是跟大家新年快乐，跟大家介绍柬埔寨行。那好，那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请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很可以来讨论，就是柬埔寨新年的少女们。好，就不是说两个马克尼，苏斯贝张福妹，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佩音。然后呢，来自柬埔寨。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柬埔寨的新年。然后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扮呢？来自我介绍一下。这边说的 OK， 永朝之玉，我是之玉。这一趴请大家不要走，他们两个会讲中文。然后我心灵上来自柬埔寨，然后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想要一起庆祝新年。这样十个人在线上，你们不要。好嗨，没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们想要就借由这样的机会，然后也跟大家介绍柬埔寨的新年，因为大家可能会常听到，比如说缅甸泼水节、泰国泼水节，但可能比较少会谈到柬埔寨新年。所以，因为我们两个跟柬埔寨的缘分。天生上跟后天上的，所以我们决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新年都在做些什么事，这样是。哎，为什么有这个？我在直播，对，你继续，不要吵，不要吵。好，松哥。OK， 哎，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练习直播，有一点紧张。好，就是今天呢是柬埔寨新年，因为呢昨天的晚上是柬埔寨，昨天晚上，十三。今天几号？没有，等一下，我们现在这些桥好不好？而且观众都走了。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他柬埔寨每年他新年时间会不太一样。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会跟后面牵涉到，比如说就会讲到一些事情有关。我们先讨论一下，今年的时间应该是十四号是第一天，十三号晚上。就是在柬埔寨会以佛历来过新年的，然后柬埔寨有一个习俗是。新年的时候会有仙女下到人间，对，来守护人民，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守护的神仙女来守护我们的人民。那这个仙女呢会有一点像国王这样子，会换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去年是猪年，那会有猪年的仙女守护神，那今年是老鼠的年，是鼠年，也是鼠年，是鼠年，也是会有二十个人在线上哦，二十个人现在很好，谢谢你们进来哦，也是会有鼠年的仙女，会下凡，然后迎接新的位置。然后来守护、这个、为什么会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他每一年他、就每个仙女他下凡时间是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像今年他等一下这个会有仙女怕再讲哦，但是我们要先讲先讲、不好意思因为比如说像今年来说仙女下凡时间是十三号的晚上，就是八点快要九点的时候，已经过了吗？对，仙女已经下凡了，仙女下凡了，他们交接了，对，他们交接了，然后所以他下凡时间是十三号晚上，所以今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是算从14号开始，那因为我们是过三天嘛，所以变成14、15、16是就是三天的新年，但你可以说从13号晚上开始。所以柬埔寨的话，就像台湾过年会有什么除夕、初一、初二、初三的概念，然后你们大概就是进行三天，一定会有三天，会有三天，对，只是因为有时候那仙女可能是比较早的下午，好像去年她就是就是每一年下来会不同。
通，就是我们会在25个人哦，好好讲，真的，没事，就是在皇室，对不对？在皇室会有。他们会有很多很像会有很像唐启阳的国师，对，因为我昨天有测，就是先了解，然后怎样，没有，你继续讲，你先讲，不要耳语好不好？观众会想要离开，就是会有很像唐启阳这样的国师，然后就会，我最尴尬，然后每次没有，然后就会告诉凡人，就说今年是哪一个仙女，然后她什么时候要下来交换。然后他喜欢吃什么，对不对？他手上拿什么？而且我们是讨论心理的话，对，我们今天讨论心理的话了。简单的说，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孙女的故事，但是预告一下，其实孙女的意思，在过程我觉得比较趋向那个。好了，大家没有想要听，重点现在大家就是很想吃饭，不要趋向那个圣诞老公公，有没有？圣诞老公公每一年会来送糖果给小朋友，但是结果在是宣女是会换皇位，然后来守护人民，就这样子，有点像每年的守护神。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看到圣诞老公公是穿红色衣服什么的，然后下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影片，对不对？那我们的宣女守护神呢，也是一样，就是在柬埔寨真的会拍成一个影片，有这个宣女。下来，然后原本的就旧的一年的宣女在那边，然后做一个交接，然后交代他，就是新的宣女呢会问旧的宣女说：“哎，你今就是去年在守护这个人民，对，就是他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的，但是最主要还是柬埔寨这样子，对，过得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回答：“哦，29个人哦，好好讲，就觉得不错。”然后他就会。就是旧的宣女呢，哎，我今天把它放旧。就是你们交接鼠年跟那个什么猪年，你就是猪年的仙女，然后今年会，就要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对，就说可能现在最近有武汉肺炎，这个仙女你要记得戴口罩，这样有一个是不是这样？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有口罩的仙女，对，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会有一个画面。所以等于说，等一下我们第五 part 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放一段影片给大家，对，我们会放影片给大家欣赏。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过这个说雷吃南美，这是柬埔寨新年快乐的意思，对，所以说雷吃南美是柬埔寨的新年快乐。对，来说一遍，我会，因为我用谐音说时代去南特麦。南特美，说实在什么？说实在，说实在，他昨天叫我答耶。我想说实在，说实在去南特美。OK， 很好，说实在去南特美。好，你是已经学到，然后他是我们灿烂时光的柬埔寨文老师。哎，对，好久没有开课程了。我们今天谁想要上课呢？赶快留言，我们开。预备开班，对，我们今天的那个业配就是柬埔寨文课程，我们都没有接广告，如果有需要广告商看到我们觉得很有希望的话，赶快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我们就是会一直直播，对，就是没有赚钱。好，然后我们第一 part 我们的那个 schedule 是这样的，对，我们的 schedule 是柬埔寨先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练习柬埔寨新年怎么讲，还有再就是介绍这两位仙女穿的衣服，就是我们刚刚在就是行前在准备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认真在穿衣服，就什么都没在做，对，就是很少女人在那边穿衣服，然后很像欧洲中古的人，然后在那边勒。哎呦，你都不知道柬埔寨的服装很难穿啊！对，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我一定穿不下，你看他们有多少，你看他纸片人，纸片人，而且后面现在是爆开的，对，你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他不小心走到背后，你就可以偷看他的背，就是那个爆开的背这样，对对对，过度了。28个人看到那个想要后背后爆开，大家就是很想要看，对，好，在这最重要的部分，我个人是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吃的。东西，可是主要我们今天原本想要就是叫那个柬埔寨的 Food Panda， 殊不知我们就是书店太偏远了。不是服装你讲，你看这两个人就是很爱在那边稀稀疏疏啊，对啊，继续讲完，然后就可是我们就
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附近买了其他的东西，就是当做介绍，然后也会有这个仙女怎么了？没有，没有。对，然后这个仙女自己做的南瓜布丁，这是她自己做的、哦。那我们有成品吗？但是已经切好了，他已经切了，成品切了。对对对，他们我们就是吃货的介绍是这样，对，我们今天饿到昏掉了，很想吃东西。然后再来就介绍，我们会放投影片介绍，会要怎么过新年，然后他们都会玩什么游戏，对之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就一直跟着看。竟然还有24个人在看我们的直播，真的非常棒。你留言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不好意思。对，或者你可以。或是你们可以猜一下现在是什么，虽然我们有写一些东西，或是你想要吃哪一个，自己去买。然后我们刚去 Foodpanda 就是点了这个法国面包，殊不知就是很差强人意，等一下我们就会好好的批判他。对，因为原本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越南的那个法国面包非常好吃，可是今天没开。对，那我们还有下一趴什么？就仙女的故事。对，仙女的故事。好，那我们先请这两位美女先站起来，27个人想要看你们的衣服哈，赶快站起来哈！喂，大妈逗一下哦！对，快点起来哈！他们刚刚真的是 settle 很久。这个服装是长什么？你们往后，这样你们被砍头了。真的哈。对，好，再砍头一下哈。好，29个人再看这个衣服。好，来，我们卖衣服直播吗？我们没有在卖衣服，但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服装，这两套服装就是。它算是柬埔寨的传统服装，不算古老服装，但是就是传统服装。然后穿这样子的左半，算是在柬埔寨，如果是你要参加法会、或者是去寺庙，都一定要穿这样子，就是上衣，要么就蕾丝，然后是白色的，尽量素色的颜色。然后下半身呢，就是肩，就是服装，其实我们都是定做的。所以那个裙子要做成这样子，就是很熟你，很熟你的那个感觉，它会蛮合身的。对，然后它是很合身，所以等于说你穿这种衣服的话，是走路是比较脚踏小步一点的这样子，就是很不好方，就不方便行动，就是会让你很熟你的那个感觉。你先走一下给大家看哈，我们从这里，从这里哈，走路。要不然你们挑战，不是我就是你们挑战最大腹可以走多大？不是，因为你看我现在就是裤子毛配这样，那你们可以怎样的看一下？这个主持人有点过分，反正我们不是走正派路线，注意过来。来来来，我们看一下你们最大腹可以怎么样？但是它可以很大。可是其实各位，就是这样子穿是希望你是熟女型，但是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怎么样，因为其实它是折进来的，对，所以它不是它没有限制到你的行动，所以等于说你脚是可以这样子的，只是说我们希望说你走路的时候就是维持。你不要漂亮一点，不要翻起来，就不要走到翻起来，这样就好像在跑步了。然后为什么一定要蕾丝？可以告诉我一下吗？蕾丝我很害怕。蕾丝不一定是要蕾丝，但是要在我花抖。不是一定要蕾丝，你误会了。好的，只要上衣是白色的布料都可以。所以我是我们喜欢做这样子是漂亮。可是我觉得它有点算是一个，而且是比较新的传统，也是很多年了，就可能好几十年。哦，那你们两个的款式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锁喉的。基本上应该我简单说一下，不一定。我们被柬埔寨人就是打。来，参加法会或是去寺庙，不一定要穿蕾丝，但是上衣要白色。但是一定要蕾丝的原因是，如果很想要，就是因为穿蕾丝是有一种高贵、优雅的样子，然后你比较透明。每一格的造型就是会依照每一年不同的流行，所以在柬埔寨很多服装都是定做的，对不对？自己对，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看我们的衣服，就是都是我们自己量身的。有，我知道，我之前就是跟着我们的导览员去缅甸，然后他们的服饰也都是去定做，然后他们会特别说，新年的时候你都要提早很久之前去定，对，高峰期，对，就是他们都要先去菜市场，先去市场选布，没错，然后再去请师傅车成你的款式，然后还不能变胖。对，这重点就是最重点，你变胖就穿不下，你变胖就穿不下。但是通常就是设计师他在缝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会保留稍微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布，
因为如果你稍微胖一点的话，你可以去调整，给它调整一下，就还是可以继续穿的。但是因为在柬埔寨，就是我觉得对于无论是去参加法会，或是去寺庙穿着的衣服，就像我们去参加婚礼一样，就是大家会跟着流行。所以例如说，今年是这样子的款式，可能明年你或是两三年后，你比较会少看到这种款式了，会看到其他新的版本出来的这样子。那那个男生都穿什么？男生上衣衬衫。哦，对对对。嗯，然后他下半身是裤子，就像去上班的男生的那样。所以就柬埔寨的男生就不太需要西装裤子的那种。啊。所以就柬埔寨的男生比较多是买好的，就是买已经好的现成的衬衣，不用。那我有个疑问，你们有一个人是往左边，有一个人往右边，这有什么差吗？这个是因为每一个人用的，比如说借，可以借你这个吗？可以。好，谢谢。这个等一下，这也是哦。柬埔寨的 Chroma， 当然这个是比较小块的，就是一个造型用的，就是裙子的往不同的侧边，其实是以个人为意而已，就是说，就个人想要怎样就怎样。就是如果我习惯穿至到这边，我才转进来的嘛。如果男生不晓得，但女性如果你去洗澡的时候，不是会用浴巾吗？嗯，对。如果你方便用这边的话，表示你去定做这个裙子的时候，你还是请那个往这边帮你往这边的，就是，因为你会习惯惯用水。嗯，如果你习惯这边，你就往这边。哦，所以他没有特别说要分哪一边，就看你开心哪一边就哪一边。可是不能在中间。中间有另外一个造型，但是那个造型是全部布料这样，是它那个造型是卷卷卷卷卷，哦，然后放这里这样子，然后中间这里会弄开。就另外一个，嗯，我们下次可能就是再找到机会再介绍给大家。现在介绍怎么只剩下18个人呢？真的，那太了。对对对，好，那好，对，好，我们再开始吃东西了，可以再重新回来了哈。大家啊，刚刚忘记介绍，就是我虽然没有穿他们的传统服饰，可是披的就是叫做 Gloma， 嗯，然后就是如果知道柬埔寨文化的人，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呢，哎呦，不好意思，我用一下。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他们是在海外，或是你出席，如果你出席 WHO 的一些组织，然后如果看到有人穿这个，你就可以辨识他就是柬埔寨人。对对对，首先你要可以先参加 WHO 哦，哈。那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吃货的部分。好，今天来介绍食物吗？对，今天介绍食物。通常食物呢，我先介绍那个柬埔寨的食物好了。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是南瓜布丁，是在柬埔寨有做这个南瓜布丁。然后在柬埔寨新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特定一定要吃什么，但是会选择煮一些平常很少在煮的料理，比如说红咖喱，然后配米线或者是配法国面包。嗯，就是法国面包蘸着红咖喱这样子吃，因为在柬埔寨要煮红咖喱，可能要花2-3个小时时间来完成它，嗯，所以平时妇女就妈妈，等像我妈妈、我姐姐，她们平时很少去煮这些料理，因为觉得很费工，所以在新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算费工，可是就是新年嘛，大家就辛苦一点，但是把这个做出来是算是一个很特别的食物这样子。就像我们，所以比如说会煮红咖喱，然后或者是甚至会做一些其他料理比较费工的东西。嗯，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赶快留言，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跟我们互动。欸，很多人哎，欸。有人说鲫鱼好美哦，鲫鱼偷开手机，好好吃啊，不要阻止仙女。哦，这些根本就是有很多粉丝啊。好了，对，好，继续留言哈。那我们知道你还活着，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直播到底在干嘛。我们不是借新年来就是团聚吗？对呀，我们三个团聚而已。对对对，因为今天保持距离嘛，但我们很近，欸，我们三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确定没有病。确定吗？我们确定有什么？对，你怎么办你？我们确定，我接触很多人，我很害怕。柬埔寨说可以戴那个，就是狗嘛，格罗玛做。对，他们有做很多布口罩，然后是格罗玛用格罗玛剪。对，我们就是有未来的
计划想说可以去 Gloma 的，专门在这 Gloma 的村就是做考察这样。Okay.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察馆，对对对，就他去过，我们就是还没去这样。我们想要做，想要一直去柬埔寨。好，那因为布丁不是原本很大吗？要不要在那里去哪？我去哪？我去哪好了？因为我比较方便。好啊。就是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哈，大家。小心小心。可以要不要介绍一下南瓜布丁？就是它本来的切面是这样，大家。它是一整个，就是整颗南瓜，然后这个南瓜布丁算是啊，你要做的话就买南瓜回来，然后把那个它的头去掉，挖成一个洞，变成一个钟，把它里面的籽，把它里面的籽都弄出来，然后就放在那里。后来呢，会拿鸡蛋，还有椰奶，还有一点，我是使用冰糖，那你们可以用砂糖，或是如果在柬埔寨的话，会用那个棕榈糖，对，因为那个棕榈糖的香味，会很特别的，然后把蛋打得很久很久。打到你觉得手很紧，到手松下来啊！等一下，等一下，刚刚有人就是我们认识的姐姐们啊，不是少女们，就是求南瓜布丁的食谱。然后等一下我们会传给你。可是刚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说打到手酸，是不是？就跟400，为什么要讲？你打到那个蛋变得很细啊！好，打好之后呢？慕斯的感觉。打好之后，就是会有一个网子来滤过一次，然后再把糖放进去，跟椰奶倒进去，然后再打，然后这果没有打到很细，它可能它去如果没有打蒸的时候很细的话，就跟蒸蛋没有什么两样。对，就是你会看到黄白蛋会分，还有分，那就不太平均嘛。对，因为这样子才会像那个布丁啊。好了，我们下一次再开箱，就是请佩香做一次给我们看。哇哦，就是看看现场直播。对对对，现场直播做。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柬埔寨，我老师他帮忙打蛋。对对啊，因为我要讲重点，因为柬埔寨我老师呢，他只会做一两道料理。你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就是这个是很难，这是很难得的。我会做菜，只是。好不好吃？所以我决定把兔君送去柬埔寨。我可以啊，好，我去学习了。然后我就负责讲解就好。你前面一直打，不是柬埔寨人，因为我每次都想说姐，佩香你会来帮我们开一些课程，然后他就说我会煮南瓜西米露，所以这个是维吉，就是非常珍贵的柬埔寨的食谱，大家可以就是。往回推，然后知道这个怎么做，或是我们下次看我们的开箱。OK， 那我们要先试吃了吗？我昨天有吃过，对啊，所以就是治愈来吃看看哈。我觉得很久没吃了，快点快点来。那这个通常就除了过年，还有什么时候会吃啊？其实它甜点，甜点不一定是过年吃，是随时都可以吃。只要市场卖，我们想去在哪？哦，我把那个筷子放在这个袋子里面。我们现在用筷子吃那个，我快赶快，因为我们没有汤匙啊。好，因为我们尽量环保，所以就用筷子。就是芝芝赶快吃一吃，我们很想要吃下一道。那我就这样就一点轻松的吃。那这个给你啊。好。就是我还蛮喜欢它的那个蛋的，而且它是一个饱足感很够的一个什么甜点？它是甜点吗？对，它是甜点啊。我也来吃，但是我们开。然后我们就是开箱先吃甜点，好奇怪啊！没关系啦，可以吃就好。这其实外面甜点店吃东西的时候，瞬间是跑到18个人。现在吗？就是柬埔寨的甜点店。在柬埔寨，就是我觉得在柬埔寨，就是柬埔寨人也很喜欢吃甜，所以在菜市场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甜点。对，就是一个摊位的甜点哦，你会看到。就像我们去买那个台湾的那个刨冰，你会看到很多种，但是柬埔寨是不是像台湾多种就放到一个刨冰里面这样？但是每一个的味道都不同，而且不是要混合一起吃，是独立吃的。所以就等于说一个摊贩，然后他前面会放一碗一碗一碗，但是他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然后不是可以综合像这样料，可是他料其实跟台湾是很像的。比如说也会有像。比如说像西米露啊，或者像那种，汤圆，就是那种糯米做的东西。
然后有比如说像这个有清楚吗？但是不清楚哦，不清楚。好，你让我们看一下。像那个是糯米跟那个大豆一起煮的，你会有灯有啊，在网上好灯灯灯灯灯灯。对，佩香老师有人 Q 你。好，嗨 Q 我的，你好。好，就是这种甜点，然后还有更多像，长工已经不想像也有像哈密瓜，但是柬埔寨香瓜好了。就是柬埔寨的香瓜是很大颗，然后不甜，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香瓜是切来，然后放一点点糖水，还放椰子。所以就是椰奶。如果是去菜市场点甜点，它会有很多个盘。你自己选你想要吃什么甜点就进去点。然后他就会给你一碗。例如说你今天吃南瓜布丁了，就给你啊，就弄这样子一块给你，你吃完你觉得你还想吃。再点别的，对，你再点别的、哦，它不是像刨冰可以综合，对，它不是像刨冰，对，它已经调好就是这样子。嗯，这我看大家去要出国要等到2022年了，所以就多看我们的直播。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写说2022年我们才可以，我不想听，真的，我不想听，大家要赶快想面对，大家赶快建构这个概念，才不会想要觉得很想死掉。好。那我们可以赶快吃别的了吗？嗯、好饿哦、啊！我们刚刚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们买了那个越南面包，然后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哦、好吃、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你们两个不要再开话。哎呦喂！喂，干净。为什么？我是因为柬埔寨跟法国什么关系呢？因为柬埔寨有被法国统治过。嗯。然后所以，但可能因为大家比较常听到越南，因为越南毕竟它地比较大，人比较多嘛，然后跟台湾、嗯、在台湾有很多越南。所以比较会知道越南有法国面包，但其实就是法国面包也被带进柬埔寨，然后也有我们在柬埔寨也会吃到法国面包，然后它会包就是火腿，然后那个青木瓜沙拉，哦，青木瓜沙拉，还有那个帕勒算是台湾的一种卤过的猪肉，对，嗯，切小小，比较像烧腊那种吗？嗯，我看越南的蛮像的。嗯反正是一种肉，然后一种猪肉。总之，今天因为他这个，他你来告诉他，告诉大家这是哪一间，真的是很没良心哎、欸！我们没有业配的时候可以乱骂人，因为他真的是不知道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我刚买来，然后他们两个很生气，我现在只是重现他们的愤怒，有点难过，因为肚子很饿。对，就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间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就是。好，不想告诉大家，再大我就要排队。然后里面就是会放，就是火腿，然后跟猪肉，嗯，然后是腌过，不知道它看起来像烧腊店那种烧肉，可是口味不一样。然后再来放是那个腌制的青木瓜跟红萝卜，嗯，它会很条状，然后沙拉。然后这个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可能。他可能忘记还是什么，在路上有被拦截吧？因为都没有凉，没有那个木瓜凉拌那种。对，那我们要先吃看看，即使也许它很好吃，嗯，咦，maybe 它很好吃，只是料很少。我们会告诉大家这间不要点。我们就来切，哇，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今天面包通常是买来马上就吃，因为马上吃它才脆脆的，还有被烤过嘛。哦，对，我们家附近那一间，它是用炭火烤的，非常好吃，而且就是比这个便宜很多。可是就是不知道这间在想什么。哦，所以如果就是我们刚讲是说，就是在柬埔寨有这样，就是它会里面有包东西，但其实在面包店它，你会看到它都会摆成一篮一篓一篓，就一大篓、嗯，然后都是法国面包，你就可以买，就是你也可以单吃。然后长度也是这样吗？有很长，也是有，有很长，或是就像那个法国那方。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因为卖面包的地方其实是，要到靠近金边才有，然后金边到我家可能要3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不会常吃到这个法国面包。然后当然有买装，就是有做放凉拌跟肉这些是在学校都有在卖，但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纯只有面包没有料在里面，就很少吃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例如说我
爸爸就是会请，就是会开车去见面的人，就说：“哎，帮忙回来，帮忙买三条或是五条这样子。”对，就是只有法国面包的法国面包，对，就是里面完全没有料，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我们怎么吃呢？就是我们是会把它沾那个蜂蜜，加蜂蜜一起吃，或者是那个棕榈糖，棕榈糖，对，把棕榈糖放然后去吃。你说直接沾棕榈糖？那我们下次可以这样弄。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在柬埔寨除了里面包这些料理之外呢，我有照片，我手机呢，这里也有。然后呢？还有16个人在现场。还有放那个冰淇淋在里面，你有吃过吗？哦，啊、好吃哦！那我们可以来试看看这个一次。我找找看哦。而且卖冰淇淋的阿伯会放一个那个花生粉。不是他的那个车，就是他会骑个车买铃铛，对，他有一个路那个之类的，这样就会叫卖的声音，叭叭叭，类似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太饿了，我觉得还可以，蛮有点咸，真的，但是可以很明确感觉他料很少，对，因为前几天还吃了那个的，那个我嘴巴都要张很大，我要找那个哪里去了？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今天呢，要再给那个看那个是那个这个，没有拍的好，哦，就是法国面包放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吃，你要立起来90度，里面有，然后过来这边，好，这个是法国面包，好，这是包冰淇淋的，我继续吃哦，好饿哦，所以我还要买一个再继续切吗？没关系，你先吃完再说。然后，有哪些国家会进？就是刚刚就是我们讲到，因为我在写首版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是要写柬埔寨新年还是泼水节？然后我就被这两个人就是踏伐。对，就是因为我的认知，像我这种无知的台湾人，就会想说，哦，泼水节应该就是柬埔寨、泰国、缅甸，应该就这样吧。寮国就这几个国家会进行。就是在新年的时候会有泼水的活动，所以我就会认知说，哦，这个都是泼水节。可是两位少女就说不行，是柬埔寨新年，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在柬埔寨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节日就会是说新年，就讲新年。但是我觉得泼水节，第一个它可以这样认知说，泼水节它本身是一个中文嘛，然后他可能当初翻译过来的时候，他觉得是泼水节。我们在柬埔寨新年到底有没有泼水的？我们有泼水，可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新年。那我就不知道其他国家，因为对于泰国来说，他们其实也是过新年。但是因为比如说在，因为我不会泰文，但比如说在英文的时候，他们的确会说现在是 Water Festival。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跟当然也有泼水节的意思，当然也有新年的意思。可是对于柬埔寨来说，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如果用英文来讲，我们有另外一个 Water Festival。是送水节，送水节，对，什么时候？是11月的时候。哦，对，跟新年其实没有关系的。对，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在节目在讲泼水节，我觉得是就是会有一个混淆概念。简单的说是泼水，只是在节目在新年的时候会做的一个活动，会做的一个活动，一个仪式而已，并不是在过这个节日。因为柬埔寨新年有很多的仪式跟玩的游戏，我们等一下会播影片给大家看，超好玩的。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过去的柬埔寨，我还在那边的时候，就是17年前，透露年龄。然后我17年龄，我倒是没想到，就是他是18岁，他1岁来的，对，好，就是之前在柬埔寨，我为什么说之前跟现在？确实有差别了，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都往外移动了，所以以前的话就是在柬埔寨过年前的大概15天2周左右，我们在村庄每个村庄都会有活动，就是几乎每天晚上会在，例如说在里长的家，或者是在那个村庄里面某一个家里，就是他家的院子更大一点的，就是很多的少女少男们就会去玩游戏，因为相亲的概念吗？不是，我才想讲这个。当然有时候会有这种发生，但是就是因为只有过年期间大家才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男生才可以去女生家，什么很自由，在那边玩这样子。但是不是单独，就是很多人来一起玩这样。团体相亲。因为我不是啦，你先讲完，先让他讲完。然后玩的游戏其实其中之一会跳舞，嗯那时候还没有泼水，也还没有拥粉什么的，就先通常会那个跳舞，大家跳那个传统舞蹈，就是也有现代舞蹈的都有。然后呢，除了跳舞之外，就是玩那个墙树叶，玩墙树叶游戏，拔河的游戏，还有玩跳格子的游戏，或者是玩那个昂棍，就是柬埔寨话有一个叫昂棍，就是它大概咖啡色，大概这样大。你为什么不留给我切呢？切成这样，留啊，切这个拿去。不是，我们刚刚介绍我们两个，你不是很会煮饭。这些东西都不会。对不起，好，我先帮他切，你继续。好，你继续补充。就是我其实我刚刚其实想，因为我自己在柬埔寨过新年其实只有一次，然后而且那次的经验是因为我都是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然后他那些朋友们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其实新年都是在工作，就是我们都在吴哥里面，然后每天都在表演，所以我也觉得当然在那个吴哥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体验不同的活动，但其实不会有那种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去吃个饭，因为我们都在吃那个便当。不是在表演，就我的认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去体验，比如说大家一般是怎么过这个节。但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新年会去，会互相抹那个粉，会抹粉，对，现在是抹那个痱子粉，痱子粉。然后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的确觉得痱子粉什么粉。痱子粉，就是我们会帮小朋友粉什么，我知道啊。就是不要混，冷静，先吃完。对，就是在过年期间，我们应该是说过年的那三天是可以这样玩的。对，然后就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很常有活动，一个就是泼水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可能路人不认识的人都会对你泼水，然后比如说也会去抹粉，然后在抹粉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觉得在柬埔寨男生女生其实。如果你是不认识的人，你们会保持一个距离，不会是很靠近，就算认识也不是那么近啊。对对对，他除非你是很亲近的那种朋友，才会比较，就通常会有保持一段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对，这不会是很近这样之类。但是在那个泼水节那几天，就是会有不认识的男生来模拟。去年那几天。对，然后我就觉得哦，等真的让你就是以前他们就是交朋友跟就是寻找对象的一个。好时机，对，就是一个 open space。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就是会不会就是新年过后就有很多情侣产生？不会，怎么不是？没有这样吗？不会，或是有很多人就是开始怀孕之类的，会有这种怀孕？不是，就是，但是我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体验是我在想象说，哦，那以前可能是用这样的时间点，它是一个很好可以去认识对象的。一个场合，但是那是我有想象，因为我的确在那几天，我会觉得哦，很明显感觉到这种尤其是男生女生的距离，对，的距离是不太跟平常状况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政治不正确的这个呼吁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认识异性或是同性的话，就可以在泼水节的时候，你抹了，你抹了，你不会跟他干嘛？可是抹了就走了，是抹哦是。你说我会有一个痱子粉，然后这样玩一点点，就给你拍一下那样的，有很疯狂。然后那时候是泼水节，对，泼水加粉。新年啊，就新年，然后有泼水，然后也有，还是它是分开的，都有啊，它可以同时间发生。它你不可能去限制的时候，你只能在那边泼水什么之类的。应该是说，要摸那个粉，通常是第二天才会开始。泼水玩那个泼水是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尤其是第三天，因为第二天，第三天就是联谊的开始，然后前两天是头汤游戏。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是说过年前跟过年第一第二天，其实玩的游戏就是跳舞传统游戏，然后摸那个粉跟泼水其实是过年的第三天才会玩那个粉跟泼水。因为我们应该来就是新年第一天呢，你看你有你需要纸板的，来继续讲。第一天就是有一些家庭啊，不见得每一个家庭都要，就是会准备菜饭，然后带去寺庙
供给和尚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供给和尚早上不会马上有人留下来玩，但是寺庙会从下午两三点会开始放那个大喇叭，放那个大喇叭是会放那个敬拜的歌曲。这是什么？啊，你继续讲，敬拜的歌曲。然后就是party啊，party 就是有很多人留下来，寺庙party，就是会跳舞或者是玩游戏，就是因为寺庙的院子非常的大，所以会有一个区块是专门跳舞的，然后有另外一个区块呢会玩一些继续寺庙 party 抢树叶，然后抢除了抢树叶之外，我觉得其中一个也有一个游戏是那个打。就是被蒙眼睛，你眼睛被蒙起来，然后会打那个陶碗，然后那个陶碗其实是绑在很高的地方，它绑一个，里面呢也放痱子粉在里面，对，那为什么那么喜欢不压混呢？它热啊，就像这样的，可是以我长大来就一直痱子粉，因为以前应该没有痱子粉，然后就是会。那个陶碗里面会放钱，你打到你就可以赚到那个钱的样子。那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呢，还是第一天还有很多活动还没讲，差不多就这样，大家会玩到晚上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村庄一个很特别，就是在基本上，因为大部分就是90%以上都信奉佛教，所以每一个村庄只要是经济比较好的村庄，几乎都会有一个寺院。一定会有一个寺院。然后每个寺院的新年一定会有活动，所以例如说我在这个寺院呢玩大概半小时，真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呢，我就跑去另外一个寺院继续玩，就大家跑来跑去这样子玩这样子。可是寺院跟寺院其实庙离很远，骑车半小时吧，就是这是所谓柬埔寨夜店的概念吗？不是啦，哎，寺院怎么变成夜店啦、就是很大很嗨啊，听起来是会玩很嗨，但是然后所以等于说第一天第二天就玩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第三天呢就特别是第三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种的仪式，这个也是看家庭，但是寺庙一定会进行，是会绑那个在寺院里面不是会有一个大佛，释迦牟尼佛吗？佛祖，就帮佛祖，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佛教的说法怎么说，但讲我们人话叫做洗澡，浴佛啦，浴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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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有的孩子啦，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做，但通常就是会喜欢做，要么就是小孩子可以弄一桶水，然后那个水你可以去放那个茉莉花或是有一些香香的花放进去，然后呢我们会帮父母洗澡，然后那个洗澡不是父母脱光光在那边帮他洗，就是淋水这样，淋水的那个概念。然后他父母会穿刚才那个高嘛，对，围起来这样。德文的女生的话就围到这边，然后小孩子就帮忙冲这样。然后如果水很多，就当然就冲比较多这样子。然后除了这样子的方式之外，也是有的父母也希望在新的一年祝福孩子。就是也有父母是会帮小孩喷，算是用这个水来弄小孩这样子。一直给你祝福。好，至于有什么补充吗？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那我先吃一口。好像没有。看人在看呢。对呀、那你们叫什么？突然安静下来。大家下线了，有吗？你一走，我们就顿时不知道讲什么。怎么讲？你们要洗手。没关系，把手放这里。哎喂，害怕。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刚刚讲到什么？第二天在干嘛？讲完了，我们已经讲了。讲完了，等一下你们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讲。什么？就是买这个，为什么我妈特别买法国面包跟绿咖喱？跟咖喱，因为要沾着吃，不是吗？
哦，因为我们没有买到那个没有包东西的法国面包，那我帮你继续吃，弄出来。不用弄出来，没有。那我如果蘸蘸看会怎样？我想吃看看。也不见得是一定要蘸它吃，可是我想是可以蘸饭着吃的。可以吗？可以了。可以啊，反正我们几个。好，然后我补充一下，现在到哪里了？还在怎么过，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消息还没告诉大家，就是在新年我们不是要迎接那个仙女吗？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习惯会大扫除，对不对？大扫家里。可是柬埔寨呢，在要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也是会打扫家里，但是有一个事情要做的是，就是我们会准备像这个桌子一样，这样每个家庭桌子不同哈，大小看自己，然后会做那个用芭蕉叶跟芭蕉树来做成一个，那个叫圈圈的塔吗？对，有一点点像圈圈的塔那样子。那个我觉得它算是没有，但是我这样我会大露背。我也不好吃，可是我会大露背。哦，你转过去好了。可是我等下转过去。等一下，我们技术移动一下哈。哎呀！那我桌子里会挡住吗？你不用动啊。不是，那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挡住。不会。我们继续。你说怎样？他要放啊。好。其实我觉得很像圣诞那个什么生日帽，可是是就是比较高瘦的，然后是用香蕉叶卷起来的。因为像如果印尼人他们的姜黄饭也会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不会是因为你们的魔塔会是长那个方长那个样子，可是看得清楚会不会有吗？其实它哦对有它应该是来这样看比较是婆罗门教的那个形式，有吗？可以好，对，就是那个东西把那个就是国旗拿下来，用芭蕉叶来做的，然后我们铺成这样子啊，卷，基本上会有两份，就这个跟这个啊，然后这中间那边就香跟蜡烛。其实这边看不、然后我们准备的东西就是水果，水果或饮料。再来，因为是宣礼嘛，另外一张呢，我看一下，没有传给你。另外一张呢？就是这张照片没有拍到那个，就是因为是宣礼，所以我们也是会放一些化妆品的东西啊，比如说有香水、有口红，然后有米粉或是粉蜜，就擦脸的东西，然后会放着迎接他这样子。在哪一天？就是。3天都要放，但是呢，我们要在宣礼下房前准备好，就 stand by。所以宣礼，例如说今年宣礼是在4月13号的8点晚上48分，那这时候对超细的，这时候呢，他们就是我们会在至少啦，大家不会那么赶在半小时内弄好，大家会在那个8点前已经弄好了。就在那边弄好布置漂亮了，甚至已经下午的时候，下午5、6点或是3、4点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会有水果，会有一些饮料，然后跟刚才说的芭蕉制作的那个贡品，对，然后有一些鲜花，那鲜花如果自己家里的院子有的一些鲜花可以采来放，或是去买都可以。那我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拜地基主啊，然后再去拜。我们家是会这样，除夕的时候，会先拜地基主。哦，在台湾确实是会拜祖先，然后拜土地主，就是地基主，然后会有一个这样的行程。我觉得那个让我会想到有一个这样的呼应。然后我是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佩香来台湾17年，可是。在那个，帮我把那个拿下来。就是我刚刚就想到一个，就是你的过年跟我们的过年时间不一样。那如果柬埔寨过年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怀念的。就像我如果去，反正如果举例，我如果去欧洲，然后过年的时候，欧洲人又不会过年，他们是过圣诞节。
那时候你都怎么样处理你的那个很想过年的那个，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行程，可是你一开始来或是你每年都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 应该我觉得说那个怀念其实随着时间也是会变化，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是一定会打电话回家，一定在那个前一天或是当天一定要打电话回家。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会相约朋友来聚会，就像今天我们至少有一个小聚会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跟我儿子约一起聚餐，我会告诉他这几天是今天是新年，然后因为他今天去那个叫做对去读书，没有他住宿，对他去住宿，所以我会先告诉他可能这周是今天是新年，所以我们会选择某一天他回来就是聚餐一下，会去吃一些大餐，我自己到大餐，总之有机会在一起吃饭这样子，对。然后我看我朋友就是不住在柬埔寨的柬埔寨朋友，他们是就是因为刚有讲到仙女她下班时间是她有说她是几点嘛，然后电视台是会播一段，他们会制作一段影片，就是仙女下班的影片，那就是大家不管是在柬埔寨或是在国外的人，他们就会一起去看那个影片，然后同时在仙女下班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在家里摆一个可能小小的神龛，就是他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供奉的东西，然后随着他播的那个影片，然后一起就是对，所以你的祭祀那个仙女，尊敬，对，尊敬跟迎接，对，因为是。因为对于柬埔寨人来说，就是我竟然还有21个人在听我们在讲这个，就是仙女交接这个柬埔寨话叫做 Devda， 仙女就是 Devda， 那 Devda 会有男生跟女生，但是我们刚好是气味都是女生嘛，所以是叫 Brand New， 就是那个仙女就叫。其实可以说是公主，可以说是公主 ，Brand New 是公主。但是 Devda 就是天神，那这个公主她也算是天神的，因为怎么称呼我觉得有点复杂，梵天的梵天的七个女儿，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像宙斯的女儿的概念吗？就是她就是最大最大的神，然后还有七个仙，她有七个女儿，对，七个女儿，然后七个女儿都每一年会轮流下凡来接这个守护老百姓的位置。那会有像我们的长庚有一个，他会去他们台南有一个会就是甄选仙女，然后想要知道就是柬埔寨会有那种，那你们会就装扮成仙女之类的吗？还是就是把它当做神这样？就是他会拍一个影片。其实我们想，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讲仙女，然后我们来可以来播那个仙女的影片。好啊，就是我刚刚讲说电视台它会制作一段仙女，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圣诞老公公这样，就有一个想象那个样子。等一下，这样，这包是什么？不小心按到了，完蛋了，按掉了，这是什么东西？我没看，刚刚的我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直播我们的直播吗？刚刚我看那个视窗的呢。等一下你们要干嘛？我要看那个仙女的影片呢。仙女有影片呢。不好意思哦，先不要看啊，不是，持续在频道下，可是眼睛先闭起来，好烂哦。等一下我看我们。这个就对了。好，我关灯。这样子会，我们会帮助吗？我。不会，这样可以。现在开始了吗？现在跑是不是？现在跑，是蛮长的。有十七分钟了，可以这是重点吗？可以啊。因为我还是比较想要吃东西。啊，这个，这就是柬埔寨的，应该是国家电视台。对，这是国家电视台，就是的勾，就那上面那个字。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旁边那个就是贡品，要迎接这个宣礼的贡品。就是国家布置的跟一般人布置的稍微不一样。好像女儿节，好像要一层一层的。像这个，他打鼓就是意思说要
所以你要开始行动了。大声一点。嗯，大声。你继续。对，炫咪要做了。你可以从那边控制。不行。我说这个画面。对。今年的宣明，等一下，他旁边这是谁？很多头的那个。半斤，半斤。哦，就他爸爸。嗯，他爸爸吗？对，我们一般人叫做他爸爸。就是最大的头，就他爸的头被砍下。他爸的头被砍了，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会有七个公主，然后那七个公主会穿不一样的衣服，还有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颜色，绿色什么的。好，快点，有什么？然后今年就今年的公主，然后今年的公主她。骑着老虎下姐妹君会很喜欢室友会很喜欢这一段，他真的喜欢老虎。仙女下来了，有没有看到？哦，下来。他就是照到不同的柬埔寨省份。对。啊，眷顾每个省的。就是全国的守护神，就是因为他每个省都有一个自己的。有个肖像，有个象征，然后很像公司会播这样，对，就是国家会看。他今年是八点多下来嘛，所以就八点多就是大家都在看，大家都会一起看这个。在家里的话是你会去烧香，然后会点那个蜡烛。点那个蜡烛什么的，然后就继续在看电视，这个画面，然后一起看的。对，这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样子的仪式，每一年都有，而且影片很长哎。对，可是就算是只有在每一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会有一个象征。那你进入这个省会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花入口印象。对，比如说台湾不是也有，有啊，玉子可能会有一个芒果之类的。对，类似的。哎，我这样会遮住。好怀念哦，好想吃。那个海上是什么东西？然后都是大象哎。那这是另外一个省。哦，就是不同省份的，他会有自己的。他们这是要空拍机拍的吗？这就是金边。金边是另外的省。然后如果不同省有一个小的，就是不同的公主仙女会有不同的坐骑，是不是？对，就是每一年不同的公主仙女，不同的仙女，然后她坐的。都不同，他拿的东西也不同，他放这个耳朵旁边这边插一个花朵也是不同的。然后今年呢，他插的花朵叫做，我有查中文了，我开灯了，中文好了吗？还没吧？还会有最重要的那个，我还在讲，对，他还在下全国巡逻，对，哦，他还在。那这边就是他的，因为他会有拿不一样的，就是今年一个手拿着尖，一个手拿着拐杖，但是法器不一样，天神法器，对法器，对，但是那是天神的东西，所以跟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他有出现你的神吗？什么？你的神份的东西，那个会都会的。他一定都会回到金边了。回到金边了。金边就长这样啊！对啊，我还没去过哎。赶快去！不行，现在不能出国。对，刚刚有人说，秃秃不能去欧洲哦。而且他好累，他要这样哎。哦，然后那个每年的公主不一样，是根据他的哪一天下凡的那个日期，会看哪一天下凡，星期几。对对
七个不同的仙女啊！等一下，等一下，看这个，他下来了，见到那个旧的仙女了，那比较旧，叫什么？前一年的那个交接仪式，对，右边的是去年，所以这边都是，左边就有这个是妹妹，妹妹就是新年的仙女，她今天在问候就是姐姐，就是去年度守护的过得好吗？然后守护的怎么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一样颜色仙女，它的旁边的花是不一样的，花不同的花，那今年的玫瑰白色玫瑰花对不对？然后今年的仙女呢，就是姐姐就讲的，去年是红色的。哎，那我的疑问就是演员就会是同一个吗？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就是去年的演员就不晓得，圣诞老公公每年都不一样吧？可是又是老公公很难辨识啊。对。这什么？去年的猪年的天神就是他在公布要换皇位，宣布给人民知道啊，然后给鼠年的仙女来接这个位置。那今年的仙女蛮衰的。为什么？就遇到武汉肺炎。他其实蛮累的，他们轮值轮那么久，对啊，今年的有点，应该每个人都遇到大事情，有点累，对啊。哎，其实我分不太出来，他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他们是中分呢，他讲的这个服装就是他的下身，就是你刚刚说中间，对，中间那个就是中间。对那个金现在是在讲，就是去年的，就是猪年的柬埔寨的发展有道路啊、医院啊、学校啊这些，就是在讲柬埔寨的发展是很不错，是很好的，然后大家都和平的。所以我想问，这个影片是政府、政府国家的，所以某一种程度是来，结束了吗？会有画面，还没完成，站一下下。哦，这是去年的猪，这是去年，你看它换了，换成老鼠了。那庙里面也会变吗？寺庙？怎么庙里面变？寺庙会有这种东西？然后没有没有，只有电视上我们看得到。那就顺便来看一下柬埔寨的古典舞蹈，对，古典舞蹈，这个是在。音乐厅就会看到那个舞蹈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等于是政府这个也算是他的宣传影片，他可能后来发起来，就是他就可以告诉人民说他今年做了些什么。我猜他以前可能是做一个实况的仪式吧，可能在国外不知道实况的仪式，以前没有电视的吗？以前有电视都有，我说没有电视之前，在电视还没有，他可能是应该是什么时光应该。这影片感觉很认真在合成耶，他应该花蛮多钱。他开始干嘛呢？这是新的一个，他们有一个像群安柱，那就就是鼠年啊，好棒哦，这是新的，好漂亮。新的是黄色，我觉得舞者都长蛮漂亮，其实舞者很漂亮，所以通常这些都是舞者，都是舞者啊。那这个 ending 会是什么？我怕观众会想要，既然23个人在这，赶快赶快！我觉得这一 part 有点无聊，我是说太长了。它 highlight 是什么？好像姐妹需要沟通一下他们两个。那他们会有发生吵架吗？
祝福他，他今天是在祝福他，祝福你就是好好对抗武汉肺炎。他长得很美呀、欸，柬埔寨就是和平，有丰收，然后和平，然后也发展的很繁荣。然后就是他说，请放心，请姐姐放心，我会接你的这个任务，然后会做得好。对。你讲话的 key 也是很高哎、欸。应该是他吧。OK。你可以低。哦哦，我刚想问他的金色都是真的金还是那是？因为我店也好多金色的东西。镀金的，你是说这些古装上面的？对，我你是说这是真的黄金呢、啊？怎么可能真的黄金啊？真的黄金以前不行，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真的黄金，但现在不太可能，怎么可能？那不就被那上面就被抢的？好，结束啦！记得是不是分享那个游戏了？等一下，我们还没吃那个、欸。等一下，我们继续吃东西哦。哦，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说的新年鼠年的孙女带的那个花字，中文叫做老鸭烟筒花。今年的仙女的花，嗯，叫老鸭烟筒花。你看一下这个，我有写。老鸭烟筒花。是这个，老鸭是乌鸦的鸭。对啊，老鸭啊，对对对，烟筒，我有查那个抽烟的，就是有维基百科都可以查得到这个花。然后呢，鼠年这个孙女呢，她吃的是你继续 ，brand sunlight 和那个冷藕，意思是说喜欢吃那个黄豆的那个沙拉，黄豆油啊。好、哦，再来是那个芝麻，这是他今年比较喜欢吃的。所以每个孙女要下凡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到国家公告说，哎，今年的孙女会在几天几分下来，然后今年的孙女呢，可能喜欢吃什么，蛮可爱的。嗯，所以他就要准备这些东西给他吃。是吗？就是供奉给他。供奉的时候都会特别买一些比较可能倾向他喜欢吃的东西。嗯，就很像我们就是想象就是圣诞老公公或是妈祖他今年比较想要吃什么，然后就会国师就会列出一个清单，然后人民就会在餐桌上准备供奉给那个仙女，然后是啊。可是那是，可是配上，因为我以为是因为有七个仙女，我想说应该就七个仙女，就是喜欢吃的东西应该一样吧。就像我不喜欢吃红萝卜，我想我这辈子应该都是会讨厌。所以他就是要每他七有七个，所以要跟大家说，哎、欸，今年对、他是谁？今年是谁？所以今年的名字叫做 Brianne Gore Devi。可是配香跟我说，每就是同一个仙女，她可能。七年之后，他喜欢吃的东西会变，会啊。然后他的状每一年是会变的，对，他不是固定的、哦。不是说今年喜欢吃芝麻，然后七年后又轮到我，我还是喜欢吃芝麻。没有，不是这样的设定。嗯，很人性化，喜欢。对，蛮想，我蛮想要知道仙女什么星座。你可以开那个。好。哦，然后要给我们什么资讯告诉大家？因为他就是每一年，比如说知道今年是哪个仙女的时候，就会国家就会去画，他会画一张今年的。我不知道叫什么仙女图吗、嗯、所以今年就会今年这个仙女就是刚刚大家看到这个仙女，所以他们会到哎、欸，你要开手机骑老虎，对，骑老虎的图是很什么我的手机、嗯、然后就会画国家会画一幅画是吗？对，应该是要布啊，就是很像卫福部或是什么部，然后就会出一张图，然后告诉大家仙女的图吗？我看，看看到吗？看看到吗？可以吧？哦，22本，现在应该觉得很匪夷所思。是啊，我们会再放到那个留言上面啊，你传在留言上就给大家看就好了。好。
那今年的仙女就喜欢吃什么？看起来小超哦。今年柬埔寨的仙女喜欢吃哦，都是柬埔寨文，所以我看不懂。喜欢吃芝麻油。不是，是喜欢吃芝麻。芝麻。按那个。那我。什么来？就是一种豆的油。可是我很好奇，就是那是不是跟国家今年的政策会有关啊？然后我今天说盛产高丽菜、这个，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个会这样吗？我觉得在柬埔寨在这个农业发展这一部分，没有目前农民都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国家真正的还没那么想要这么提升，他不会像说什么提升农民的产品，最近香蕉盛产，就说这个仙女。对，就是他这个应该是说在讲这些啊，我就是不是迷信或是怎么样，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他随便乱讲，就是有一个在皇室里面的一个有一个刚刚有一个人留言，他说是有个算命师会，对，类似算命师，但是他就是会看，例如说。柬埔寨的一些运势，类似这种运势这种的、比如说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天空不是会有那个叫做星星有尾巴的星星吗？流星，没错，有尾巴。所以有这位，他不晓得中文叫什么，就是国师吧，就是很像唐启阳，就是他会，其实是国师的概念，对，他就是会来跟皇帝讲。说哦有这个，然后他就会在那边画东画西，然后告诉皇帝说哦可能要怎样怎样这样子，所以他在看这个宣礼，他也是看过了怎么样这些时间，所以我意思说他不是自己乱讲那个时间，他是有一个专业的人，他有一个专业的一套方法系统这样。不过我是觉得的确我们可以再去看说，比如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决定。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我没有想到仙女会跟仙女有关系。这个也是牵扯，我觉得这牵扯到他们的整个文化背景脉络，他们的世界观。而且我就觉得很特别，是用仙女，是女性这件事情很有趣。公主，对啊，可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柬埔寨是比较偏父权还是女权的一个国家？因为他是用仙女嘛。可是他相对来说亲为公主，但是因为他是他爸爸是一个神，对，他爸爸是一个神，我觉得可能。然后在柬埔寨要说是尊重女性还是父亲哦，我觉得在文化里面，在生活上会28个人在线上会希望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最要看了，就是说因为有些。我觉得有些是跟环境也有关，比如说农业。我们在台湾可能会觉得，早期以前就是给儿子多读书嘛，女儿可能没有读那么高什么的。那在柬埔寨不是因为不想给女儿读那么高，是因为那个环境治安，就是柬埔寨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靠在家里比较近的学校，所以可能你只能读国小。或甚至到国中毕业之后，你可能要去高中或者是去大学的话，一定要到近边，那这时候必须要考量家庭的经济，还有这个女儿到近边去住谁家，或者去住房子，那安不安全，这些都考量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是在柬埔寨算是很保护女性，在长辈对长辈来说是很保护女孩子。让我想到那个政策是台湾政策，不是也就在台湾的柬埔寨人，如果财产的话是你是想要讲财产？不是，我只是想到就是柬埔寨在台湾的柬埔寨的新住民其实是跟其他的国家比例来讲是非常少的，因为他们在政府就发现就是来台湾的这些他们的姐妹们就会遭受到不好的待遇，所以他们很早就禁止让柬埔寨人到台湾。就是婚姻这样，婚姻结婚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到哦，他们对女性是很关注他们的身家安全。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会讨论到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他政府颁布那样的
政策，我觉得也有，比如说政治的因素跟外交上的因素。嗯，所以当然的确那时候闹的事情很大嘛，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是说，因为韩国有一个嫁去韩国的柬埔寨的新住民，他就是好像家暴，然后后来死掉。哦，所以这个案件闹很大，所以那是韩国。嗯，对，但是我觉得。跟不能完全说跟女性的，就是你的地位是这样。我们会讲得太严肃的话题，大家在讨论这个，对，我们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趴是新年怎么过？因为我们刚刚先讲完了仙女的，刚才先吃，不是要吃咖喱吗 ？Hello，、我就是无知的代表，我就想要一心想要吃东西。那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讲什么话？对，那有什么问题？那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留言吗？就是回应一下，看一下。Hello， 对，有个人回说，目前在台湾约有4100位，没错，就是根据内政部的数字，就是柬埔寨在台湾有4000多位，对，新住民。应该是说在柬埔寨是禁止这个结婚令嘛，然后台湾这边是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去跑那个流程，但是跑那个流程其实，在柬埔寨是非常困难办到的。比如说，在柬埔寨要申请那个单身证明，其实你要去申请这个是要拿到不容易，真的透过很多的关系，甚至花非常多的钱才可以。取得这个，我觉得我下次好像也可以开一个来聊聊这件事情。对，好。所以不完全是现在完全是没有柬埔寨人结婚来，是有，但是要特案处理。特案再来是可能一年可能有一对或是两对就这样子，然后那是很神秘、很秘密的，就是因为这些流程是没有公开，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谁跟谁这样。哇。真的，所以是我们就是你很珍贵，因为认识了唯几个柬埔寨，所以你很容易认识，就是4100，你已经认识好几个这样子。对，我认识了三个。对啊，因为其他的数字都很高嘛，其他国家比较会更多，所以我柬埔寨是很珍贵，在台湾知不知道？要好好珍惜配一下。所以想要上看我柬埔寨的客人，在下面留言啊。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就是柬埔寨文客，趁机来打广告。对，好，然后我们。接着就是志宇会分享那个柬埔寨过年时候玩游戏的影片。对，好，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中间挡住吗？等一下，我来处理一下。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在柬埔寨新年的时候也会玩很多那种民俗游戏，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我觉得其实好像台湾也是，我有看到，比如说有踢毽子啊，还有拔河，其他台湾也会玩。然后我们再来放一些比较，关。就是刚刚配音有稍微讲到那个，蒙眼然后打陶罐的游戏。我没有把它打开，等一下，可以。就是红色衣服的那个小男生，就是他在打开。你也应该可以。就是红色衣服的小男生，他就是参赛者。那这个主持人呢，他就帮那个小男生蒙眼，然后走。他会先，刚刚有看到他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他在空中绑了很多的陶罐，那他可能先选定一个陶罐，然后他先带着这个小男生，比如说他算他走几步走到一个定点，然后到这个定点，比如说他刚刚说走几步，比如说他刚算了一个数，然后再帮这个小男生把他的眼睛蒙上，然后这个现在他拿了一个竹竿。然后他会再走回，他就刚算他刚走了几步，再走回去，然后看他可不可以打到这个陶罐。哦，他现在到定点了，蒙上眼睛了，然后眼睛戴上了那个，拿到了那个竹竿。他在算他刚走了几步，好，现在到了一个他觉得可能是他刚陶罐的那个点。其实旁边的人也会跟他给他一点方向，或是看不太到，就会讲说左右，或是往前、往后什么的。看后比较清楚，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它会有痱子粉跟钱。其实刚刚说的，它里面会装痱子粉，那你打破之后，痱子粉跟那个钱就会掉下来。这是某一个游戏。对，这是其中一个游戏。还没，自己的要再。然后
第二个是树叶的游戏。树叶的游戏，他会看到现在他这个中央会放了叫什么，有一坨一把树叶，一把树叶，对，一把树叶，不好意思，量词很长。然后他通常这个游戏就会有个主持人啊，然后他们会在一个树叶吗？这样对。他会数一二三，然后立场那种。然后会有什么奖金之类的吗？这什么奖？那好的。很快吗？很快按了。这个会有什么奖项？他们前面爬的是方子。哇！你有没有玩过吗？我没有，我在旁边看着。为什么都是男生？你没有过吗？这是你拍的？是我拍的。这在晚上耶。对，这个是第一个，是在那个刚第一个打那个陶罐游戏是在金边的时候，因为那是快新年了，然后有一个办一个艺术学校办的一个节，这样子艺术的庆典。然后刚第二个晚上拍的是在就是刚刚讲的在五哥新年的时候，他们会政府会办一系列的活动都在五哥里面，然后就在五哥里面。我补充一点点，所以刚才讲麦克风给你，所以刚才玩那个抢叶抢那个树叶的那个活动，算是玩的方法就是刚才看到就是会分两组，然后每一组例如说六个人就一样六个人这样子，然后会数一二三四五六，就是每个成员都有号码嘛，所以等于说会有中间会有一个人他在喊说一号，等于说你一号赶快跑去抢那个树叶。所以刚才的状况是两个一号，对，就是 A 组、A 组跟 B 组，所以你一号你赶快跑去，所以刚才有的人是听到就是跑过去，那有的人还没还就是反应还不过来这样子，所以这也是考你的那个反应力、专注力、瞬间那什么瞬，就瞬间爆发能力。好，我不知道那个，因为体育不好，没关系。然后可是爆发力吧，就是爆发力。这是在五个，这是拔河吗？是拔河，那就是真的拔。那有什么不一样？新年的时候特别好玩。喂，他们赤脚哎、欸。其实我觉得在柬埔寨蛮容易赤脚，我觉得比较好方便，比较方便什么？抓地力嘛，就习惯。哇，就是有太兴奋了，因为赢的是我的朋友，所以太兴奋了。那是你好。那玩游戏玩就是会有得奖，会有什么奖品吗？通常会有啊，就是看那一年，看那个他们就说赢的人可以获得什么，会有啊。那你继续啊，来。然后，对对对，跳舞。对，然后再来就是柬埔寨，其实在很多活动都有一些一起跳舞，然后尤其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围圈跳舞的。有20个人哎、欸，所以我要截图。截图干嘛？没有，要12个人。那我们现在好，现在怕还有吗？没有了。你还想要讲什么？那我们可以继续吃那个咖喱了。我们结束了。还是我们来放跳舞的音乐？跳舞的音乐当背景音乐。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或是等我们202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举办一个小型的柬埔寨新年活动。对啊，就是玩游戏、就是、等这个病情已经没有了，大概2022年吧。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真的，不想听，不要那么久，我也不想。第一关就有个 DM 没有介绍、哦、这没有办法介绍，就是很多这个应该只就是一个宣传活动哦。那你看一下这哦，你看他们的衣服就跟你们穿的很像，对，就是蕾丝耶、欸、我的天啊，我真的不怕抖，很难驾驭。这个歌曲叫，就是他说是那个 Ong Kun， 那个 Ong Kun 也是柬埔寨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游戏，然后是在新年的时候才会玩的。这个里面就是有，喂，你说。然后这个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英文，拿那个桃碗或者是抢树叶跟拔河，或者是这个昂贵一个，没有吗？它有一个很大，这里很小特小的这个，我拿去给他们看。就是会在新年的时候玩，然后除了这个有看到，好，然后除了这些活动之外，还有那个两三，就是参与的人可能有好几个，六个甚至十个，或是十几个这样，然后会坐下来，但是不是直接屁股坐到地那种，就只是坐这样子。哦，对，然后蹲着这样子，然后呢就围一圈，围一圈呢会有你再一次，你再一次，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好像有，就这样子，然后呢就蹲这样子围着一圈，然后会有一个人当鬼，那个当鬼的人呢，我们会做这个叫做长手帕，其实我们叫文叫做 Lian Yap Fan Sign 等于说长手帕的意思，但是我们的手帕不是真正的插嘴巴的那个手帕，我们会拿例如就像 Groma 这种的，不用拿，就是一个会拿 Groma 或者是其他布，就是会把它弄成一块，或者是这个也可以借我一下，我弄给大家看一下，他玩的拿这个，然后你卷对。一直卷，对，卷啊，你卷我不要动就好。对，你也可以卷去那边，太简单了。然后我要这样，然后卷好之后呢，一直卷。然后嘞，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它就变成这样。然后呢，我们像油条，哦，不是，那一种饼干，就是会在这个围一圈，这个坐的人呢会去跳到后面，这样会去拍一个，然后一边拍一边叫做，会有一个歌曲叫《亮灯灯》，干嘛干嘞？哦喽哦喽。就是会唱歌，然后他就绕圈圈这样，所以你会不晓得他这个放在谁的位置，然后如果放给你智利的位置这样，智利就知道了，因为放后面这样嘛，他就起来然后打旁边的人，然后打，然后旁边的人就赶快跑。我知道台湾也有类似的，真的哦，因为他鬼抓人之类的。对，然后就围圈，然后有一个人打他，然后他就要抱站起来抓另外一个人。台湾有一个类似的游戏，对，就会玩这个游戏。然后除了这个游戏之外，这个也可以折成。就像我们抱起来一坨，然后有一个拿起来这样子，就是现在折给我们看，还是你不会？他对我不会，我们要去学习的。烦，六个人柬埔寨就是有，就是我觉得柬埔寨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游戏都有它的歌曲来搭配的，就像刚才拔萝卜，类似这样。我们找这种有。刚才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照片或影片嘛，那除了刚才分享的影片之外，有另外其中一个玩法，就是男生的女生会分两组，然后呢会丢这个叫 Bok Chung， 这个是过年一定会玩的活动。什么活动？我觉得现在的传统游戏真的太多了，是 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玩的活动，就是男生的女生会唱，就是那蹦蹦冲的，就是他要丢这个东西叫做冲，然后丢过去，如果是他接到，看他们约定，如果他接到的话，可能他就唱歌，然后我这边输了嘛，我就跳舞。然后如果他没有接到，他们跳舞，我这边是唱歌这样。所以我觉得说，确实是在柬埔寨的新年的时候。会让男女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近，就是长辈们或是那个文化里面会觉得那是在玩传统游戏，新年在庆祝，不会去讲那么多。因为平常就比较会被说，对，比较会被说不可以随便用碰别人。好的。然后除了玩这个之外，也会玩那个。不是传统，但是也会玩像那个三减一，美容模，这是什么？这我不知道。三减一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例如说志宇跟你是站在一起，像排队那样，对不对？然后一组一组这样子，就两个人两个人这样子，然后会有一组呢，其中会有一组是三个人的，然后会有一个鬼
当鬼的啊，我然后你要去吃铁的游戏，你要去拍那个后面第三个人的那一个，那所以那个人追一直追，那个人他不是追，他可以去别的组在前面，所以后面如果他跑到 A 组去站在那个 A 组前面，那有一个人就要跑，后面的 A 组就要跑。有我们有这个游戏，这个很好玩。好，所以那最后呢，是最后了吗？最后了。好，最后呢，就是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哎，其实34个人，要不要多讲一下？多讲什么？34个人在线上。那我想要那大家留言，想要知道什么？对，我们36个人，赶快有什么问题请留言，然后这个我们的少女会赶快告诉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吗？有吗？没有留言。还是你们下次想要吃什么？我们可以帮大家吃，可以帮大家吃，大家可以留言，或是你们可以给我们吃，就是送我们吃，我们又可以搭那个，或是我们可以看大家有没有想要知道什么？什么对，因为其实本来我们今天，我们最近本来也是本来有一个柬埔寨的讲座，对，我们就是在讲这个德罗嘛，对，现在就。那我格罗玛就是很适合当口罩，就是我觉得格文控就会很想要这个格罗玛。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不可以来。还有30个人哎、欸，那怎样留言的人会有什么奖品吗？还是你们最想要吃？就今天有介绍，我们还有一个咖喱其实还没有吃，就是我们有带，我们有买姜黄咖喱跟姜黄饭。然后还有南瓜布丁跟法国面包，我们就是有这个三个食物吧。是。对，想知道大家最想要尝试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那个柬埔寨大厨会唯一会做的食物就是南瓜布丁，我们下次可以再做一个。哦，有人留言是英文的还是什么？我看不懂的。是啊，要怎么看字好像是会不会是柬埔寨文的？没有，就是他说英文啊。谁？就是柬埔寨新年快乐。啊，还有 sense 的一个客人哦，好棒哦！相信节目那个佩香今天回去。是心怡啊。啊什么？心怡。谁？就有来这边上过柬埔寨课。哦，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柬埔寨文课都怎么进行？现在赶快，剩下第一个人，快点介绍。哦，就是有时候把布丁带回家，他想要吃。谁？我的室友。快来拿，快来拿。对。快快。有送柬埔寨水布吗？水布吗？但有人会翻成水。然后有送柬埔寨，就是你有啊。如果你参加讲座，500块就送你一个。为什么不送？对啊，我想送的，没有免费这件事情啦。然后等你，我们下次开那个开摊，不是怎么讲？开团，等疫情过，我们开团去柬埔寨的时候就可以。买很多 Globa 回来，你确定？我很想去啊，现在就不能去。好，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现在叫你介绍柬埔寨文课，我想给大家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花木兰戴口罩，就是帮很像那很像关公然后戴口罩的概念。然后还有训练大家洗手。哦，我有看到印尼宫廷舞，然后再介绍大家要好好洗手这样。哎呦，他们有出个影片，然后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哦。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是业配时间，剩下还有28个人，28个人请不要离开。我们先告诉大家，想要知道学柬埔寨，我大概会有分什么等级？从赶快，我老师认真一点。应该是。我觉得学柬埔寨语，如果真的只想要学字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基本上我在课堂上会先教绘画，然后搭配着认识字母。有几个字母？做一个分配。基本上字母有33个，然后母音有23个。那我们会每一次的课程会进行词汇，然后绘画，然后。词汇跟绘画一起练习，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才会教那个子音哦，所以子音教子音的时候也是会造句，叫什么造句、然后一次课程会有几堂，每次上几小时，收费多少，请说。我有看到都很久没看了，这线上还有25个人，快抓住这25个人，快快快，大家想对想要上柬埔寨文课。
应该很少，就是市面上没有什么地方。应该是说，我觉得，请先回答问题。哦，好，就是可以，我们每一期是六周，然后一次几小时？一次是两个半小时来进行的，嗯，所以总共多少小时呢？数学不好，自己算，15小时。OK，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个目标，想要至少有基本的可以。对话，我觉得至少学个2到3期这样子，就长期目标。这个说应该拿麦克风。好，所以再讲一次，我讲完，我会把那个 highlight。还有21个人，感觉就是21个人是想要上柬埔寨的课。我再 repeat 一次，就是有初中高3个阶段，一次是6周，一次2.5个小时，然后最重要的费用是多少？你可以先来试听吗？目前没有办试听，对，因为还没有开班，23个人，如何学好柬埔寨语？先认识老师，这是你的第一步。OK， 大家还有常常来书店，我们书店没有倒，柬埔寨我才一直开，知不知道？大家，我现在卖药的，有很，我很适合，到底是没有药可以卖。等一下，还要分什么？课到底多少钱？哦，目前没有定价呢。没有，还没有定价。想要上课的人，请赶快私讯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每次都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他想要学柬埔寨文课，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人数太少。就是如果人数太少，就很难开班。然后你家教班，你又就是你自，我觉得同学们也是蛮容易懒散。也困，就是经费也是有点问，有一点障碍，所以你就揪一些朋友。就是先为2022年做准备，就是等疫情过后2022年就可以第一个先去柬埔寨玩，所以就可以在这2年学好的柬埔寨文课。那我们现在最后再讲柬埔寨新年快乐，我们就可以做 ending 了吧。幸好22个人在线上，我真是太感谢这些22个人了。可以留言一下就说我是谁谁谁算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当，好，当我没讲，不好意思。好，我们最后来 ending。 好啊，好，再重新讲一次，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不能记得吗？说 stay chunan tummy， 再去，我这太弱了。说 stay chunan tummy， 那还有别的吗？除了新年快乐，还会讲什么吗？我们会讲一些祝福的话，比如说祝福你万事如意。那我觉得这个心想事成，或是平安健康，或是其实柬埔寨很现在有觉得很流行，很常讲是那个最主要是寿司班，嗯，寿司班就是平安快乐，哦，然后再来就是嘿嘿嘿，我可以学起来。嘿嘿嘿是什么？就是嘿嘿嘿，意思就是好运的意思。嗯，哦，我觉得很适合送给就是现在疫情的大家，嘿嘿嘿，祝大家好运。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啊，刚说身体健康怎样？寿司班，通常会讲寿司班，嘿嘿嘿。好，那我们可以结束了。好啊。有一个人很认真的留了柬埔寨文，这是什么意思？哪里？欲望。Sosbai 哦，你。有人帮我们打原文上去了，很感谢。好的。那我们可以往这个页，然后就截个图。OK。好。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